家，我是小林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最近啊，除了南部六万人团队很爱演之外，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YouTuber 哦。没错，他就是大蛇丸，而且他最近才刚达到 YouTube 频道10万订阅哦，算是在台湾最快达到10万订阅的 YouTuber 哦。而且厉害的是，他才拍了两部影片就达到了10万订阅，他的每部影片都超过60万观看，而且都超过2万个赞，超过2000则的留言，他的频道成长速度真的是超快的。那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前几天啊，蛇丸才刚发布庆祝10万订阅的 Q&A 影片上架后才短短的3个小时，就已经累积了34000人观看。5个小时过后，竟然就有12万人次的观看。更狂的是，今天早上我起床一看，才过了15个小时，就已经累积了32万人次的观看了。光是今天一整天下来，大蛇丸的频道就增加了14097人订阅，是全台单日订阅的第一名。他的订阅速度就像旁边的画面，每秒刷新过后呢，就不断的增加。那小林，我个人呢最喜欢大蛇丸的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就是我超喜欢听他超有霸气的口头禅，像是出场的时候的开场白，还有这个，不是，还有，还有，越烧我越爱。然后最后这个我超爱的，猪佛。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大蛇丸的哪一个经典口头禅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哦。那最后一个我最爱大蛇丸的点就是他超会吃也超敢吃的，什么样稀奇古怪的食物在他口中一吃下去，好像都变得非常美味。像是最经典的瑞典超臭鲱鱼罐头、鳄鱼腿、鳄鱼尾巴，甚至是猪奶的珍珠奶茶，通通啊都难不倒他。他很敢吃，很会吃，也超能吃的。在看蛇丸吃各种食物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有种莫名其妙的疗愈感，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加一哦。对了对了，最近蛇丸还勇闯了时尚界，拍摄了时尚杂志，成了时尚型男，还引领了全新的时尚潮流哦。所以这么有才的大蛇丸一定要全力支持啊。那在影片结尾我会放上蛇丸频道的订阅连结，让我们一起冲爆它，让它快速的达到50万订阅吧。那至于我的话，只要蛇丸或很爱演6万人团队看到这部影片，然后到我影片底下留言的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最后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点赞我的影片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追踪我的 IG 和点赞我的脸书粉丝团，蛇丸加油！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